谢你，是爱的神，哦，来到地上，哦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哦，流血舍命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哦，你是爱的神，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从黑暗里救出来，从我们各样的虚空里面救出来，让我们过一个欢乐的人生，是满了祝福的人生。主啊，祝福晚上的聚集，我恭敬地交给你。哦，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给我们都有得救的智慧，得着神的救恩。哦，哈利路亚，求你祝福，谢谢主。好，刚开始他们会给我们带一首非常欢唱的诗歌，好，来，我们就叫出来。低调。我们先来呼喊哈利路亚三声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现在先问一下，我这样子的麦克风声音会不会太大声啊？听得很清楚吗？清楚，会不会？不会吧？应该小声还好哈。感谢主，因为我看不见，我必须要利用声音来测试一下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很释放灵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要先来唱这一首什么？耶稣爱你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大家说一声，我们要来唱第一首诗歌，叫什么？朋友，耶稣爱你。好，我们自认为是朋友的有谁呢？第一次来这里的，还是陆续要即将到来的，都是我们亲爱的心上人，亲爱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耶稣爱我们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这个聚集是属于我们大家的，所以我们呢都要有参与感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一些互动。所以刚开始，为了让朋友能够更加的熟悉，我们第一遍先慢慢的唱，好吗？好。那在唱之前呢，我们唱了再来介绍啊，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预备好灵，好，因为刚刚吃了非常丰盛的晚餐。哈利路亚，好，哈利路亚。好，那我们预备开始喽，感谢主。
好，我们试看看，没关系哈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可是呢，在他没有认识神之前呢，他在地上就一直盲目的寻找。请问做什么工作？他做的是风水老师，哦，通灵的算命老师，哦，半夜障的老师，嗯，对。所以因为他呢，所以我也变成失音的姊妹。对，因为我的家呢，我的家庭呢，是其实我的爸爸妈妈跟我的姐姐妹妹都比我早大概十几年，甚至二十年得救。然后我的妹妹还有那个全世界训练。但是呢，我一直都没有听见神呼召我的声音，但是我就一直完整的去背应他。所以你也是另外一个耳聋的，就对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两个听不见神的声音。其实我们两个也是一个失明，一个失聪。对，但是我的失音呢，是因为呢我的音感很差，但是呢我很勇敢的唱诗歌，所以所有的人不管你失去什么，那亚当堕落失去神，带着分内。
我们都要得回来。阿门。建造在神的家里面，对，我们就是会有福的人。阿门。所以我们有常常说一句，我们可以失聪、失什么？失明。然后可以有失福、失福、失音，但是不能失神。阿门。你失神就很容易发生危险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因着我们这一群看似都有那么缺乏的人。好，我们的美容姊妹她是承受恩典啊，她是我们这几个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比较完整啊，对，比较完整得着的人啊，得着恩典的人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呢要先在做生命见证分享之前，再来带一首，带唱一首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好，那个单张上有歌词哈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可能有人也有听过，没有关系，等一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唱。因为我们可能陆续有人进来，或者好，就说边我们可以先把歌词哈，把歌词稍微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好，你们可以念一下那个副歌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。哦，很好。好，然后呢？最美的祝福。所以我们不管行在。Thank you.
唱的感觉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我们呢？怎么了？啊、哦，可不可以让我们第福音朋友啊、哦，我们亲爱的朋友，还有一起邀请他们来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再站起来唱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因为可能有的还在路中，可也有的已经来到这边。好，如果会唱了，我本来是说麦克风直接传给你们唱一下，让你们有互动的感觉。有没有人敢呢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弟兄姊妹自告奋勇的？有没有？你们还是没有回转向音台哦，还是有一点胆怯的灵哦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再来试看看。那我们唱好诗歌就是要眺望灵了。阿妹，你们有遇过这种情况？我一直在讲话，后面好像一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有的怪兽。嗯，帮你录音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幕后的黑手，接受所有的环境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一首歌，我们有可以不可以站起来呢？你们都想站起来还是啊？站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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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感觉起来，刚刚才吃饱，有点压力的感觉，哈，站起来，舒松筋骨。对，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？然后副歌呢再好唱两遍。哎呦，你很好，请问你是？我是吴弟兄。吴弟兄，好，所以这首你熟？不熟。副歌大声唱，唱到熟。但是释放您，阿妹，阿妹没有问题的，感谢主。OK， 那我们再来唱两遍吗？一遍副歌一遍，两遍吗？他已经是了好两遍。好 ，OK， 表示你要把这一首歌带回家，这一生最好的主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把你们的手，好，你们要看歌词，对不对？我敬。
非常的好。第一次唱的举手。哇，这么多！第一次唱的，第一次唱的哦，第一次唱，听过的不算哦，第一次唱的。这么厉害，郭连喜非常棒，非常棒。郭连喜非常厉害，红高粱。好，好，第一次听到的举手。哇，也这么多！哇，一点都不像，对不对？太厉害了！好，请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好。